不是强调苦。如果你一直是强调苦，你永远碰不到佛法的中心，那叫涅槃。涅槃不是用来比对苦的，涅槃也是在讲状态。涅槃也是在讲状态，这样知道意思？所以呢，世俗的认识认为所有一切皆苦，所以关于只要有生死就真的好苦。这个解释在凡夫是绝对成立的，在修行人就是要反转这个读法，你用实相去读它。严进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进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进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